台风还没有来，不过连日呢雨势也是没有间断的。26号晚间60/13/6K 处有道路坍方情形，为了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富里乡公所接获消息，立即联络相关单位进行处理，并且在27号下午排除道路状况，开放通行。由于连日雨势不断，26号晚间60/13/6K 处有道路坍方状况。为了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公所接获消息后，立即的联络相关单位进行处理，并在27号下午排除道路状况，并且开放通行。乡长江东城提醒乡亲以及游客，请随时注意天气的路况。虽然道路已经正常通行，但是仍请用路人通行时小心慢行，并且注意行车安全。乡公所后续也将会持续的注意道路的现况，做好各项的因应措施。记者高双双、张明泰、富里乡采访报道。